果一个人撑不下去，一定要跟我们讲，我们大人苦一点没关系，千万不要苦到小孩子。为了孩子，他兼任了父亲的责任，为了生活，他考上了证券营业员。陈美淑，你真的很棒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的很棒。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的交叉路口，每天都在做不同的选择。当回头看过去的自己，才发现一切都改变了。你只要换了你的想法、观念跟态度，你过去的事情当然不能重来再一遍，可是你的往后它就会是新的。没有那些不能说苦难啦，应该说没有那些过程，我就没有现在很平静、很快乐的心情啊。可是这些是很多的痛换来啊，我愿意，因为痛可以过。你智慧不会在刹那之间就给你，因为我们苦过嘛，才觉得说，当一个人他真的很辛苦。真的，你给他一点点，他会感激在心头。你没有去看房子，你就不知道说我比他幸福有多少。